下课，蒙山民族学校的孩子们就换好衣服去操场集合，为半个月后的西安艺术节做紧锣密鼓的训练。艺术节是山里孩子们为数不多的文艺活动。蒙山位于湖南宜章县境内，学校里的孩子们大多数是瑶族人，是一群土生土长的瑶娃娃。余音香是一位年轻的特岗老师，也是全校唯一一位音乐老师，自然这次节目编排的重担就落在了他的肩上。如何把节目编排好成了困扰他的难题。循环反复上下呼应的怀念先祖公。作为一名典型的90后，于老师将网络融入到教学与生活当中。其他打鼓的同学不？这周末，于老师提早召集孩子们去训练。王建博到，刘汉到，赵丽到，刘林芳到。这一节课啊，我们呢要把我们这节课的难点突破。难点是哪里？你们觉得难点在哪里？清晨，山间的雾还未散去，于老师驱车前往赵远清家，指导他在艺术节上的独唱节目。哎，我是于老师。从学校到远清家有半小时的车程，走路上学就得花2个小时。艺术节你选了这首歌，就是名字叫做什么？孩子过三桥。哇，孩子过三桥，唱这首歌你的感觉就是说你的心里其实你是想飞出大山。老师相信你啊，就凭你现在这样子努力下去的话，一定可以走出大山的。艺术节的歌我觉得也选的也蛮好的，那你衣服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我觉得我们那个民族瑶族的服装蛮好。从地面中中面望呀，地面中浓浓。奶奶是一位传统的瑶族妇女，也是远清瑶歌的启蒙老师。在这大山里，瑶歌代代传唱，千年回响。班上学生年纪小，有些离家远，大多数孩子都选择在学校午托，于老师就用这些时间教孩子们唱歌跳舞。
校老师不够，于老师也就教起了一年级的数学。什么内容啊？认识人民币，说得好不好？好，掌声送给他。那我们就要利用我们前面学的内容，它的近语啊，一元等于十角，二十角等于多少元？教你登 QQ 这些你都会了吧？那你自己再登一下，你自己登起来。那天他们发现了彩虹，然后在那里叫叫，我就发现真的很漂亮，我也跟着他们喊起来了。你看，因为我们卖那个废品卖的15块钱，为方便与家长们交流，于老师还建立了 QQ 群。你看这些照片，点击打开看看。你看，好漂亮吧？是吧？他们在吹泡泡。小孩子那不是很开心。哇，好漂亮！要是你来穿，你也穿的。我不要当着你们的面穿，我到时候私下一个人来找。这是孩子们第一次穿校服彩排，大家都很兴奋。往后面这样侧，然后女孩子就往这边侧，你们就往那边侧，好吧？好，懂的，大家开始。我们东东就走到前面来，插空站好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接着来啊。